欢欢今天要表演爬爬第二跑，早上已经爬过。什么？这是爸比看到的第一趴，好不好？早上妈咪已经拍过一次。好，目标是一本书，很好，将来很会念书哦。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匍匐前进！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往前冲，好厉害哟、哦！慢慢接近书当中，耶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好，达阵，达阵了，耶！好厉害哦！哇，你好厉害哦！你要把那个阿嬷送的书，哎呦，撕破了，不行，爸爸拿到这里来，看，好，再继续爬爬，加油！欢欢加油！这叫做狗爬式。人家今天才第一天学会爬咩？你看很厉害，真的是匍匐前进哎！他有前进，他有前进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! ，好棒哦！而且我告诉你，他只对那本书有兴趣，你放别的东西他就不爬。对，将来就是学问很好。拍一下这本书，拍一下这本书，这本是阿嬷同学从台湾特别请人家带来的一本书，欢欢超级爱的。哦，好棒哦！好。藏在谁那呢？换一个，哎、欸、哎，呀、欸，前进。好，来找妈咪，快快来，到妈咪这里来，加油，宽宽加油，宽宽宽加油，宽宽加油，宽宽加油，加油，宽宽加油，宽宽加油，宽宽加油。你看哦，好可爱的书哦，赶快来哦，来哦，呜，来哦，小螃蟹，来哦，来哦，加油，欢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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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。嗯，来看一下镜头，加油。没力了是不是？嗯，爬一下就没有力气了。你刚不是吃了一颗苹果吗？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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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好厉害哟、哦！他们加油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好厉害哟、哦！就这样撸也给你撸到了，嗯，撸到了还给你。不要把书撕破，好不好？嗯，想看书是不是？来，给你看，给你看，给你看。还会翻译哦，放到嘴巴吃。好，翻过来跟大家说拜拜。嘿，嘿，拜拜。嘿，拜拜。今天表演结束。拜拜。六月几号？十五号会爬的。我爬了耶！拜拜。欢欢说拜拜。欢欢说拜拜。小林拜拜。好了，看镜头说拜拜好不好？还在找什么？还在看那本书？他现在只会为这本书爬，你放其他东西他就不会爬。表演是不会爬的，好，你拿这个，你看他就没兴趣。嗯，你的书嘞？哎呦，你的书嘞？嗯，是放书就有兴趣吗？好，你看书在这边、哦。你看，马上就往前冲了，先从坐着，然后一直这样撸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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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那本书上。也不错哦，喜欢念书哦，太好了。
将来就不用烦恼你成绩不好。最好是这样子，加油，往前冲，加油，往前冲。脚卡住了，太赔了。脚卡住了，要先这样子，躺着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然后往前翻，一二，好，自己会不会转方向？书在哪里？翻翻你的书在哪里？嗯，的书嘞？累了就休息一下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